Yeah.
裝翻埋其他科，我都要出嚟抗爭咯。即係就算係和平，我唔係話抌乜嘢，唔係抌好巴路，就算我係茄路，就算我作為一個和理非，我都要作為抗爭。就算我可以把聲，我都要出嚟抗爭。絕對唔會，因為我溫好書，我溫好書啊，通識我都有 level 4以上，所以我唔驚啊！黑警死全家！黑警死全家！係今日嘅。其實太古城根本係屬於私人地方嚟嘅，而加上加上個聚會根本其實啲人喺度唱歌，冇話破壞商店啊，冇話放火啊，冇話堵路啊。即係大致上我觀察得到咧，大家都好和平咁進行嘅。我唔明白點解班賴俊仔要衝入嚟，我唔明白咯。我唔明白點解要衝入嚟咯。若當發生任何罪案，你衝入嚟拘捕，我覺得 OK 咯。但係完全冇話好和平㗎，我覺得。咁你本身其實冇預想到話今日呢個行動嘅後會演變成即係今日而家咁樣。冇啊！我初初以為係好和平嘅，大家唱下歌，七點半大家。去吃下嘢啊，去幫襯黃店又好，係咪先？咁你覺得點解會變到而家咁樣咧？就係警察失控咯，因為佢哋都係偽進嘅，完全冇一個獨立思考能力嘅。我哋只不過喺和平，好和平嘅，根本係冇做過任何咩犯法嘅事情，佢都係衝入嚟，所以導致我哋啲市民只能被逼企曬喺度咯。其實太古城係屬於私人地方嚟嘅，做咩佢哋要入嚟咧？我唔明咯，太古城根本係屬於私人地方嚟嘅，如果有任何犯罪啦，咁佢哋可以入嚟咯，我覺得。你點解佢用嗰條防疫條例嚟叫你哋唔好聚集？即係你點解佢用嗰條防疫條例咧？即係話唔俾超過四個人聚集。佢哋可能係打擊我哋咯，可能我覺得就係可能要打下我哋嘅集會自由啊又好。其實佢哋之前都係喺元朗721事件都係咁樣去票控啲人啊。就算有聽過一個差佬講話，就算。兩個不是的都要拉埋其他一個，我覺得是很不公平咯，絕對是不公平咯。同學係咪今年迎接嘅時候，自己擔唔擔心今日會被人拘捕，聽考唔考試啊？唔擔心的，就算拘捕了我咪去醫院咯。我扮有病咪，就算真的有病啦，當我真的有病啦，我去到就算我被人拉了之後，即係扮有病咪去醫院咯，申請呢個成績覆核咯，所以唔太擔心呢樣嘢咯。加上很和平咁喺度。唱下歌，發表言論自由，咁我唔犯法咯。點解最後階段呢個時間都會選擇落嚟，即係參加和你唱，就唔去温書咧？因為温曬書啦，我完全温曬書噶啦，係啊。有冇話邊樣覺得都仲緊要啲啊？即係參加民主自由緊要啲咯，因為黑警班撲街喺度壓迫我哋咯，係啊，所以我唔驚啊，嚟啦，呢個私人地方嚟啊。是附近居民嚟啊，附近居民係嘛？係附近居民。我想問多少少就係咧，其實有冇見到啱啱警方即係啲市民做緊啲咩？限聚令啊！警察！其實個商場係不嬲好和平、好自由嘅，但係佢哋衝入嚟，跟住又逼我哋要離開個商場咯。我唔明白點解咯。個商場根本就係太古城去管理嘅，唔係話香港警察管理嘅。嗰度係屬於呢個私人地方嚟嘅，唔屬於香港政府或者香港警察所管理。我唔明白點解佢哋衝入嚟咯？佢哋根本唔係執行緊法律所賦予嘅嘢咯。我覺得。唔該曬，同學仔點稱呼啊？姓柯㗎。柯同學係。祝你聽日先成功啊！好啊，唔該曬，唔該曬。考通識科啊，聽日。係啊，通識科頂咯。諗住你今日會留咗幾多點？大概十點，十點十一點瞓覺。嗯，係啊。大唔大信心啊？聽日 OK 啊，都 predict 有四以上。嗯，好，加油嚇！好，唔該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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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